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啊，我们现在玩的叫铸魔空岛篇啊。空气又滑了啥了，空气老能抠了啊，一会儿抠抠抠抠出来比别人就有钱了。我现在干嘛呀？等会儿啊，我看一下啊，我有点懵了现在。哦，这有这个了，然后呢咱们拿点雪球。咱们换一个铁斧子啊 ，OK， 铁斧子，哎，换了个铁斧子，然后再抠点石头啊。这样啊，咱们这个斧子呢，能烧出来铁板呢？哎，那我现在，我现在不知道干啥好了。这样呗，那咱们这样啊，把东西都拿回去。铁斧子好还是攻击舞？这也是攻击舞。干啥呀、啊，叶子 ？OK， 走啊，打怪去啊！你跟着我混啥呀、啊？个人战，个人战。空气要嘎，空气挂了。空气你也不行啊！全服单挑王吗？你不是？下去。哎。谁把这堵死了？哎呦我去！他们不过来。哎，怎么抽风有？哎呦我去！哎呦我不行了，怎么回事？哎呦我去，跟下来了。去你的吧！哦，他们要是多的话，好像 AI 就出问题了。也不怎么怕那啥，也不怎么怕那个。去下去吧你。哎呀，我这整的贼磨叽啊，没必要这样是吧？我捡了九个，哎呀，这地方给刨了得了，要不然。都怪我整的太磨叽了，把那边抠一抠是吧？OK， 我想用一下绑一特权，大哥你不得那不得有吗？你没有你咋用啊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哎呦，真的卡吗？不卡呀，是不是就你卡呀？不卡呀？哎呦我的妈！不卡呀，兵啊！这谁进来了？你进来干嘛来了？为什么冲过去啊？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呀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确实卡，没事，好像是那个小白太多了。我开一下和平。再看一下困难，哎，不好使呢，怎么？骷髅战士卡呀？哦，卡哎，没事啊，应该是有一点点不对劲儿，好像那个怪哈用的有一点点不对，没事啊，小事是吧？他叫什么战士？我看有没有啊？能不能给它清一下？我好像是放那个兵，好像放错了，没有叫骷髅战士的。你叫啥名啊？冰某啊，你这么猛吗？哎，你给他打死了，我还没看他，怪有点多，所以卡，没事啊。我原来要放的是那个什么普通的那个，哎，这样啊，我开一下创造啊，哇，怪不得卡呢，哎呦我去，这刷怪龙在哪儿呢？是哪来的这个怪啊？这冰是搁哪儿出来的？骷髅战士，
是这个地方刷出来的吗 ？OK， 我看一下啊。好吧，这个反正修了一下啊，这个好像是解决了。之前呢是踏板这个招怪的，然后招出来的。这小伙伴进来，商人在哪儿都不知道。空气去啊，之前是在这边啊，弄的踏板的怪有点多，小伙伴们说卡是吧？哎呦我去的，哎，他这招挺恶心呐。哎，空气你哎，不带你这样式，你偷完红石你就跑。我看看啊。什么玩意儿？冰某被一坨冰云击败了，一坨冰云又是谁呀？嗯？一坨冰云是谁？谁把谁打死了？冰啊，你干啥去了？谁是一坨冰云啊？是一个怪兽。我怎么没看着呢？我看看啊，我监控他一下。这个是铸魔空那个铸魔空岛篇吗？需要红石，听明白啥意思没？OK， 我看看，差点没打过他，我把他掉虚空里了。一坨什么云？那是哪来的？你去哪儿了？就这么一个地方啊？OK， 那我也掏一下看看啊。五个有点多呀，我按他那个步骤来啊，我偷了一个，然后我给放回去。你过来，你搁哪儿呢？叶子，这不村不是这商人不就在这儿呢吗？OK， 我看一下啊。我看看，我去找你，不是你搁哪儿呢？被黑暗骷髅击败了，这就没人给填上吗？这儿啊，走路不硌脚吗？这儿啊，哦，来一趟挺费劲呐、啊，我去，先把他干掉。这个骨头32根是可以那什么的啊，换钻石的啊。那我弄个钻石剑行啊。OK。空气，你这招挺卑鄙啊。哎呦我去，拉倒吧，你自己打吧。怎么换的啊，我真是服了。不是这儿不搁这儿呢吗？你搁哪儿呢？你回来，你后边。你真是猪队友。就跟你脸上这俩人不就是商人吗？跟他们换呢，左键点击，左键交易。小伙伴说：“这不是你的老套路吗？我忘了那时候我空气是辅主，我不是辅主吗？但是没有木头啊，那你种啊，拿骨头吹那个什么树苗啊？不是小伙伴这么难理解吗？五个泥土能换一个树苗，一个泥土能不是去捡骨头吹你？”不是、啊、你就抠这不地上不都是吗？你挖出来五个跟他换个树苗，哎我给你吧，我的妈我吐血了，给我吐了，我真是，我给你树苗啦，捡点骨头种吧，我去，我真是服了。空气说太简单了，你这样我把那堵上了，空气做人留一线啊，你不要太过分，空气是吧，我见不得你嚣张的嘴脸。
我把那都给堵上了啊，空气啊。不行，我得去堵去。上一个坑空气就这么干的。我点它为什么没有用，那我就不知道，大哥，别人点都有用，你点为什么不行啊？啊，这个空气卑鄙啊！啊，我要把这堵死。嗯，我看看啊，玻璃，这样呗，我来个磨砂的吧，是不是？叫你进去。空气上回就这么干的，给我恨的，我也要这么干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府主跟这个玩家之间都是相爱相杀是吧？不能让你活得太消停了，我都给封死。OK， 这样行了吧？啊，对，这箱子里边啊，箱里边东西都让人掏了，卑鄙！我都忘了。OK， 还有吗？没了吧？这还得给堵上。不能让你们活得太滋润，要不作为府主很心痛是吧？好，给可以了吧？这应该占不了便宜了吧？差不多就行了，也别太过分了，是不是？不让人活是吧？也不行。哎我的妈呀！我走开点。我空气这么猛吗？哎呦我去！空气这么烈吗？空气，我把那堵上了，看你怎么办。我去，我的妈！离我远点吧。我有个更好的办法打他。这儿呢。这儿呢。哎，我这么打的可以。这样应该没问题吧？过来。我能打到他，我能打到他。空气呀，你那小脑瓜也不行啊！你看我啊，无伤打怪。怪拿我一点办法没有，嗯啊，五个到手了，我去你的吧！我再稍微刷点，这个是我的宝地儿啊，这儿是吧？哎，我怎么打不着啊？是这儿吗？我怕他们刮着我。哎呀，别过来！哎，这地儿挺好啊！哎，我这不一下子发财了吗？你给爷死，别让他们发现呢，要不然他们该跟我抢了。去，别往前啊！不要贪心是吧？哎呦我去！我不是叫火焰君呐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嘎了，我没嘎，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呀？不是铁粉就别装铁粉行不？是个铁粉也不会有你们这样的误会，好不好？那是另有其人，另外一个人。哎我的妈！我真服了，这谁呀？掏这么干净啊？那得给人补上啊！哎呦我这挖的，给人补上啊！挖这全给挖了。OK， 哎呦我这一趟挺多呀、啊。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空气嘎了，掏了15个铁，太帅了，家伙。OK， 可以。